击锤，爱情公寓偷一出好戏，票房对得起黄渤七年辛苦吗？据猫眼票房统计，截至目前8月11号同时上映的三部电影一出好戏，爱情公寓和巨齿鲨已经斩获了超过10亿票房，其中爱情公寓最高 4.5 亿，一出好戏紧随其后 3.7 亿，巨齿鲨也已经破2亿。但目前来看，口碑最差的爱情公寓票房趋势大幅度下滑，而一出好戏逆袭登单月票房榜首。就在各家如火如荼的白刃战之时，却突然爆出了爱情公寓偷票房的大丑闻，已经不是偷票房那么简单了，直接给观众换电影。本来买的一出好戏的票却被迫看了爱情公寓，朋友圈微博多人曝光，在网络平台购买的明明是一出好戏或者巨齿鲨的票，但是到了电影院拿取票的时候，出来的票却是爱情公寓，而手机端显示并没有错误，这其中一定有人在捣鬼，显而易见了吧。很多网友被迫给爱情公寓贡献了票房，相比之前涂抹票据偷票房的方式，这种方式更无耻，可以说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了。当然以前手写涂改票据的方式爱情公寓也用了，从下面的票根中明确看到出票是爱情公寓，但手动图改成了一出好戏，为了赚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从爱情公寓还没上映的时候就绯闻不断，而后更是爆出这是一部借壳上映的电影。电影前身名为新次元冒险家，其北岸立项号影剧被自2017第945号是盗墓笔记的同人电影。然而莫名其妙就成了爱情公寓大电影，而这部剧的剧情和爱情公寓的主线没什么关系，主角是袁弘，爱情公寓的众人就是客串了一下，前面还没有消停，马上就在社交平台出现大规模的拼映事件，而这种做法史无前例。本以为之前阿修罗的三天撤档已经是下线了，爱情公寓再一次让大家见识到了影视圈没有下线。微博一些网友发表的状态和晒出的票据，有人贴出的聊天记录，看来这种拼映现象已经不是个例，而是全国大规模的。目前一出好戏和巨齿鲨片方正在收集片影的证据，被骗票的网友可以保留票根作为证据，而且这种行为已经违反法律，涉嫌欺骗。有网友贴出了爱情公寓拼一出好戏，观众的电影场次影院座椅模式为 H 型，温馨提示买票前看看爱情公寓的场次，如果有个场次卖出的票的位置呈现 H 型排列，一定要注意了，因为有可能会被骗去看你不想看的电影。黄渤辛辛苦苦七年努力拍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，试问那些暗中操作的那些人，你们良心何在？真的为了钱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吗？不知道这次爱情公寓怎么洗，拭目以待。